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坤。在长安 CS75 Plus 即将两周岁之际，我将携手两位有故事的车友朋友，共美化作为明日座驾车主的难忘点滴，顺便帮你们揭秘2022款 CS75 Plus 到底有多好多香。8月31日上午10点，明日座驾，精彩有你。2022款 CS75 Plus 换新而来，值得期待。